所以你没有尝试过变态，跟女朋友没有。啊这个应该不能剪进去，要不然撒娇吧。我想分手。我现在这个男朋友还蛮小的，所以我应该是这个。欢迎收看波波接地去。看，地震啦！地震！地震！地震！波波接地去，疫情让全台湾的情侣都陷入远距离恋爱了吗？想要待在家保密，可是又好想要人与人的连接。我们一起看看网友们都怎么在家谈恋爱的吧，走吧。你平常跟另外一半相处有没有？我们就是打闹系情侣，每一天都会说分手的那种。就比如说，哎，你今天在干嘛？我在跟你分手。这是分手系情侣吧？我们比较不会管对方欸，然后也不会互看对方手机。如果你想要跟异性出去吃饭或看电影，我觉得都 OK。看电影可以，单独吃饭可不可以 ？OK 啊，单独去酒吧可不可以？可以啊。借我500万可以吗？可以啊。谢谢。单独两个人去唱 KTV 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同一间包厢两个人有没有做过？有啊有啊，我做过。你说跟不是女友的人吗？对啊对啊对啊，那这个应该不能剪进去。还是剪进来了。那你们店里面都做了什么？就唱歌而已啊。我想看后面都是会握到两支麦克风，握两支。可以黏也可以不黏，就是可以一两个月不见，也可以每天见。一两个月不见是怎样？他是南美洲回来的侨生。他不会是讲英文吗？西班牙文。所以他很会弹舌，所以他舌技还不错。所以我被欺负啊，我就是一个被欺负的角色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我是愿挨的那个。那他会怎么打你？不太好说，怕上新闻。请拨打113保护专线。然后因为刚回来，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在那个视讯，但是还蛮好的。那你怎么会去韩国？在打工度假。所以你们在韩国的时候是都住在一起？他有时候会来我家，然后我去他家，因为我室友。对，不能被室友听到声音。对呀、啊，因为隔音的关系，你还是很常见面。没有，已经快一个月没见。你觉得这个分开对你来说是好还是？好事，可以在家做自己的事情，就不用见面也没关系。所以你觉得见面？所以都不会想他？是还好，要视讯就还好。云端情人。原本就是远距，在台南。之前其实大概两三个礼拜就会见。疫情对你们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影响吗？一开始疫情爆发的时候，真的看到路上有情侣，我真的会就嫉妒，然后就很想冲过去手这样拍，然后拆散他们。手机上放点别想得到。有这个必要吗？有这个必要？就觉得下一次到底要什么时候？因为这样没有安全感。我觉得我本来就蛮没安全感。那他会安抚你吗？对啊，他就会觉得说远距没差，反正以后都可以一直在一起什么之类的。所以这种安慰的话有用吗？没有。男生们笔记起来。如果都见不到面的情况，你们怎么维系感情？我们还是会通电话。那这个电话本身有没有包含一些比较儿童语的内容？就是没有维系感情。OK， 所以你没有尝试过电话跟女朋友没有？跟女朋友没有。可是那也是在女朋友之前，就是互撩啊，想我吗？啊，好想哦。想我哪里？会脱衣服吗？会，然后要不然就是指引他。真的会有感觉吗？当下的状况是很蛮有感觉。恋爱完就没有下次了？有啦，还是有约见面之类的。是的，衣服脱掉都非常快。对啊。他现在用恋爱想象比较好。想象力是你的超能力。他最近 MC 呢，所以我都忍住，我自己偷偷来不行啊。如果你要自己来的时候，要给他听的。对。像这种要求我这辈子没见过，就每天视讯，就是我没事会就是一阵子暴风撒娇一下的。视讯撒娇可不可以示范一下？我是假设熟，但现在是你男友。宝贝，你说你要干嘛干啥？要跟他撒娇吗？我想分手。要分手。对这段八秒的恋情。直接开始，睡觉起床吗？睡觉起床就去看诊，然后做事做一做，然后看他们在干嘛。最近觉得很像那养桌面的小宠物的感觉。你们除了一直开着之外，你们有什么特别的远距离升温、感情升温的方法？刚好有喜欢看的韩剧，就一定会一起追。但你们现在远距离心中的欲火难忍，你们该怎么样解决？各自解决。他不太跟我讲这件事，他是蛮害羞这件事情的。然后
我每次都会问他说：“你最近有吗？你什么时候？”我都会直接问他，然后他就死不回答。那你不会去挑逗他吗？乐趣啊，你就是在等着要挑逗他。因为我现在在家，如果我在做什么事，然后妈妈打开，我就让伯伯接你去，疫情让全台都陷入远距离。我其实站在他的形象里面，因为是我追他，可能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是喜欢，然后就会讲一些比较有点的话，看他都会很开心，然后就会越讲越开心。所以你主动追他，你除了约他出来吃饭之外，我问他说要不要去吃饭，可是他没有觉得是我想要追他的意思。然后后来他渐渐有感觉之后，是我讲了一句说我好想跟你睡，我好像讲了一次之后就疯狂的一直讲。他说他那天晚上就在想了很多，他就在想象讲个电话这样，然后就听他抱怨工作的事情。欸、那你听女生抱怨工作的事，你会怎么回应他？就说对啊，不应该这样子，应该什么丢下你做这些事啊这些的。因为我有回答过其他的，可能就觉得什么可能是他不对，然后后来就被骂了。那假设之后就是疫情结束，你就又可以跟他见到面，第一件事会最想做什么？睡觉吧。很诚实哎、欸，应该就是要陪他去吃个什么甜点点心，吃完甜点之后再去做一些别的事吧。那你吃点甜食头餐？对。那你觉得韩国男生跟台湾男生在房事方面有什么分别？我觉得没有分别。我现在这个男朋友他蛮小的，所以我应该是六岁，他差不多差六岁。哦，你说年纪是不是？他年纪蛮小的，我就没有觉得国家差别，因为他就是没有什么经验。27岁，现在在做广告演员。你现在有另外一半？没有哎、欸，上一个是4年前嘛。从我做这一行开始就没交过女朋友，可能是钱赚太少。现在女生大部分不看外表，我觉得六块肌看到。再秀一下，那你直接站起来，然后六块肌，直接站起来六块肌。